我拄则发现，小金有名一顶头的水晶指甲无去啊！什么水晶指甲？要去他尽头的水晶指甲，花纹就是的。我怀疑，应该是小金跟妈起冲突的时阵，妈为小金手摕掉的。啊，不过妈在手术室的时阵，小金才拄到位。 而且伊根本就无接近妈，也无甲伊起冲突啊。卡说判断无唔对，小金这瓶水晶指甲落去时阵，唔是咧病房，是真正的发生啊。真正的发生？意思是讲，小金有可能是害死妈的凶手之一。有这个可能。 不过这只是我的意图啦，根本就无证据啊。不过卡叔，真正是你想的安尼，你安怎做？我当然袂安简单的放伊煞。卡叔真正是小金还是妈的，就算是高家的人。 我绝对袂原谅伊。各位，妈过身的代志，大家拢真艰苦，啊，不过咱千万袂通冲动。小金伊即马已经是孤家的人，假使讲咱若是误会伊，对这个来讲是二次伤害，而且。 照小金的故事，绝对无遐尔简单就准多少。到迄个时阵，国家一定愈来愈乱。这我知影啦，毋若是为了妈，我为了小金清白，这个代志，我一定好好调查清楚的。我实在无愿意相信讲，小金。 可能会是凶手，而且拄个小金这个查某囝认定来，对伊有足大的期待。假使讲小金真正出手害死妈，安尼爸才会有偌艰苦。好了，巧玲，这里别烦恼，把情事我特别处理。 小林，其实我有在想，王乐乐这边无遐尼大代志，啊，不过伊根本无资源做这个代志，伊的背后一定有人给斗相共。有可能的我嘛想过啊，富商无可能替王乐乐做这个代志，最上可能的人就是老 K， 还佮有小金。那你上来，你怕什么样抓走？ 要找警察斗相共，千万别急，啊那无打错惊吓。卡虽然想到个行动，互王乐乐发现，伊一定会找机会脱罪。明仔载就可以当事会啊！我想老 K 伊会趁机会出手，你一定好好准备。 关系事，甲我两个斗相共，我用我家己的方式，想办法，我才能向前。各位，不管你做甚么款的决定，我一定会在你的身躯边支持。 我爸真有效率，这样紧就把股权让给我。明仔载董事会，把华克摕落来筹码，够搁较济啊！对啊，今仔我甲你转达，
咱几个同事都有讲好，拢会支持你得到经营权。安尼真好，明仔载临时董事会，咱就好国家的人好看。我真期待，其实我真希望会当伫现场，但恁知影，华克集团已经互人抢走啊，因一定要哭无目屎，尤其是高科伟，我真正想要看到伊多济的表情。林永江，华克明仔董事会，您准备干？一切拢已经安排好啊，华克的经营权，国家的人，无可能的人。真好。不过，我来提醒你，别当想大。我发现到高克辉明明知影讲杜以后的死是乐乐动手的，不过伊到今麦完全无去报案。我咧想高克辉应该有啥物计划，所以才重大一案。这有啥物好想的啦？这个代志对伊来讲打击是过大啊！伊等爸母惊法律的程序，想要私底下解决。我真了解高克辉的个性啊，伊绝对会找到凶手，铁路也好想的。这就是我想烦恼的所在，所以提醒你，千万别当大。放心啦，有客大做咱的靠山，唔免惊。小姐，阿丽在另一边，不该联络。阿伯，那李佳明敢会答应做咱的卧底？这里免烦恼，人拢是自私的，伊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啊，为着伊的查某囝。既然你有信心，还等你的消息了。啊，对啊，大家的状况安怎？应该说是敢有摕到。虽然这贾宏进有叫咱的指示，将锁匙砸烂，但过着唔肯交出锁匙。后来帝皇帝含你单脚再救伊，把咱的计划完全破坏掉。安尼唔是白了讲？就是伫面头前，做无哈多摕到。虽然咱手是无摕到，但要开大案，嘛无遐好过。帝皇帝差煞将伊个手剁落开大案，即马地价，予咱武家娘要倒头债。那安尼开大，即马有啥指示？既然客大即摆已经出面了，伊就会有安排。咱只要上条，将咱目前的代志先做好，后壁才听客大的指示。好，一切拢听客大吩咐。今仔日的临时董事会由朱黑罗先生。经过郑凯的叮嘱，来邀请。好啊，好啊，无需要伫遐废话一大堆啦。大家拢遐尔啊熟啊，直接讲重点啦。你坐。即马我提议啊，替换董事长。即马大家手头的股份拢已经无共款啦，所以进前倒来斗三工，这江大通先生呀，嘛已经无适合搁伫咧这个问题顶头。所以我提议由白芙蓉小姐来做着董事。我呼吁你买那个去经营董事长的改选。嗯。我江海通有25%的股份，阿金20%，美资5%。阮这边加起来总共有50%的股份。根据我所了解。恁的股份加上楼客部分，恁的持股比例都拢同款，所以想要搞九落台的恐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虽然讲持股比例是同款的，不过我所知影，恁手头干那剩30%，另外40%是交给伫阮的手头。无你是咧喊的，是倒位来遐尼侪股份伫你的手头？
这是经过律师公证的，有40%的台通是同一股份。是江大进先生，把所有股份拢过给我。今麦应该无必要再讨论了。董事长确实是白富荣小姐，恁啊，想要给伊心情来当康复，安尼无定着过当派一个总务的康复来恁做。好，恁会当伫个这个怀念的办公大楼内底啊，行来行去。请问高管的梁导师，一点仔法律效力都拢无？是啊，提起做纸类资源回收，无地卡对地球来讲，阁有一点仔贡献。白芙蓉，你也把这只大绿，麦干呐摕来装饰，买摕来用啊。爱甲文件看清楚，迄顶关的硬件。刻在顶冠，习惯做不赶快呢。这份也是大清的股份证明。好，你看好清楚，前面的原始硬件，和你头前几个硬件是完全不赶快。刚才硬件无哪样，我早就知影你会乌白来，所以我就甲大金讲好啊，我叫大金把伊的原始硬件送去另外一个所在，现在提一个无要无紧的硬件放伫原来的所在，这样就好。想袂到你这么戆呢，是真的还是假的拢分袂清。不怪你伫烛火路真情假意，也分袂清啊。凊彩摕一份资料予我，就爱我相信我手头的资料是假的，这是顾律师替我公证的，敢有可能是假的？因为顾律师我早就甲交代过啊，若是你去找伊，要求伊做这款的代志，伊台叫做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，无法来配合你，其他再交我们来处理咯。白芙蓉，你的一举一动早就阮怀疑啊。真正想袂到，伊竟然这么好胆，敢伪造文书啊！你今摆在讲啥？伪造文书？安怎？你想要告我伪造文书是？好啊，这你去告。伪造文书的罪是有偌重啊？这个罪是无偌重，啊，不过你甲朱飞罗联手诈欺，这个罪有偌重，迄就真歹讲啊。阿母，我打算你叫大金给恁两个空间，议长跟人事空间，这是媒体上喜欢的八卦话题。朱伟龙，恭喜你，你搁要蝉联真久的八卦周刊封面人物啊！会记你，你把你的皮肤整理一下，保养一下，安尼就镜头才好看。白芙蓉，你甲大金已经无感情了，你要离开，我袂强迫你一定要留落。啊，不过我要求你从进前，你希望大金照顾恁母仔囝，过乎你台中集团的20%的股份，吐出来还乎伊。大家都好来好去，安尼我就叫大金卖对你提出告诉。你这关三笑啊！20%的股份，我一个也袂去。好啊，那安尼大家就法院见。你有通奸的事实，搁伪造文书，偷摕大金的股份。我可等把这20%的股份套转来了后，恁两个恐怕就要去坐监，安尼就全部拢输安尼。
这王美姐想计这样重，竟然用假影骗我，真正是够卑鄙的。这王美姐也本来就是一个真奸巧的人，啊，无免有可能，几一个小小的菜市的太妹，变到今仔这落地步。难道是你啦？既然无去注意到，连应该唔对，你都唔知影。那即摆是安怎？连你嘛怪我心？你是唔是无想要合作？ 好啊，那安尼，咱就卖合作，我无差。你若安尼想啦，无紧啦，无紧啦，错过一届机会就错过。为你即马尴尬，有足侪枕头垫伫咱的手。我跟你卖讲啦，就干那你巴肚内底囡仔，就会当将尴尬垫着因的颔棍，害你唔敢对你介绍。为你即马。 我讲是江大兴的太太，你想要告人，我叫你简单。等到时我相信一定是不安。我就电话去电，再控制。奇怪，你怎么出来？我想要跟你讲离婚的代志。来啦，跟你没完。 准备啉，补充一下体力嘞。你即几工安尼，已经是食袂了，搁困袂去。伊奔波人搁受伤，身体还搁好，无回看的。多谢姐啊！我知，我知讲这时阵啊，我绝对袂倒落去。也毋过。 我若想到讲我两个清白的小弟，阿良甲碰碰的，一个死，一个受重伤，我身躯啊，敢袂自我比两挂十几刀，搁较疼，你知影无？我当然嘛知影，碰碰的甲阿良，也敢若亲像我的小弟同款。 你心肝疼，这也甲你同款心疼。姐啊，你爱记袂？若是你讲较早，主角这个人哦，是一个真自闭的人，伊人生最聪明、巧、反应搁紧。 每一摆若是咧出任务的时阵，只要伊若动一个脑筋，伊就发动同来对付。伊还佫有伊的要求啊，就是啊，在伫出任务的进程，唔管咱若拢袂去伤到任何人来完成任务。但古即马呢，为着这五岁尔，即马煞变啊一个呢。 无悔无目屎的杀手，一个无心之过，就有可能去造成对方永久的伤害。啊，若是对方无迄个善感，伊的心肝就会变质。 我伫咧想，到底要安怎？
当当女主角，一定嘛是受到真大的创伤，所以伊的个性才会变甲遮尔啊偏激。是啊，是讲你敢感觉拢无伫咧甲怀疑？我想讲主角，是毋是我是老客派来伫咧扰乱咱的情绪？伊是毋是老客其中的一粒棋子？哎，咱是毋是够老客骗你啊？我有想过。不过目前的情形，无法度阮安尼坐啊。你看老客这么详细，伊的攻势一波一波一直来，敢若海涌，一直淹下来。不管伊是基业还是将军，咱拢无法度通啊查，只有敢若随时警戒，随时准备迎战。来一回哈，拜拜。是啊，是不是林顺拍动的？我足安慰的哦，出着好事时，我这个孙哦，又搁乖，又搁缘投，啊，又搁友好。你敢知影讲伊安尼横溜溜吼，听着阿妈，即摆要对付老客，赶紧的，亮帅要赶回来。要回来帮助阿嬤，伊讲伊嘛要尽一份心力。所以啊，人会讲啊，讲哦，莫看这少年的福气。人讲啊，咱若吃到百岁年老回去的时阵哦，以后就是人家少年的天啦。老客，敢毋是讲三更后命令咱都要交出首饰？你想？咱三更后，是毋是嘛都爱叫老客，予咱一个交代？对，我一定会准备出来等你。唔管讲怎啊到尾啊一口气，我也是对袂认输。安尼啊，我只好都对阿玲，甲对方。